现在这样锁骨挑战哦。对啊，很厉害的，轻轻松松。丢脸，我要钻进去啊！这么丑有乌龟，有乌龟，眼神呢？那公傻小，自己他们是在看我。对啊对啊，他们觉得你长得很特别，他是不是很可爱？我傻眼，超丢脸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儿，在路边当假王美。但我还是来这路边看小兔子，然后当假王美啊，并不是在你后面这一间，我们该前进了。哦，哎，蛮美的耶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蛮美的，你帮我订包厢吗？没有，包厢太贵，我订不起，经费不足，我们只能做室内，室内有冷气也不错啦。好啦，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来进去看一下这间是什么样的餐厅吧。据说这一间叫做猫和餐厅，对吧？猫和咖啡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边是位在哪里？是我今天有记起来，桃园的龙潭，桃园龙潭区，对，没错。OK， 我觉得我们最近很想跑桃园，欸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继续来看看他们的餐点吧 ，Go Go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怎么已经在吃了？一定要夸奖你，我觉得你很优秀，你很棒，就是都已经点好安排好，我一进来就马上可以吃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下次不要这么急。嘿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喜欢喝热一点的汤。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哦。这是有进步。OK， 够了。今天点了什么？看一下。今天这是每日限定的蔬菜汤，然后它是一个套餐，所以它前面会有前置的蔬菜跟面包基本的，然后还有松露薯条，我最爱的松露。因为还有一个主餐还没有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份主餐没有到。但我跟你讲，今天呢来这边呢，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。其实我们不是要拍咖啡厅开箱。哎，我也是狗哎，好可爱哦。不要转移话题哦。回来，今天呢，我有准备一个神秘的小礼物。我跟你讲，那边有只猫看着你，不能做坏事。我准备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。什么小礼物？你怎么有这个？一定不是你买的，废话，当然了。才不会对我这么好嘞，为什么你有这个？跟你讲，这个呢，就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好朋友，一位泡泡玛特的行销，他跟我很好，所以他还寄了一封信给我，有没有？来。Dear 心语，很开心这次可以跟你分享泡泡玛特全新盒玩，哦，好好哦，对，好感人哦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啦，反正你都带这个来了，那我们就来盲盒开箱吧。没错，今天这集主题其实是盲盒开箱对决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输了会有很恐怖的惩罚哦。然后我先跟你讲我们今天的规则。好，你边猜边听。我们今天规则一样，因为它总共12字，用盲猜的方式，猜中越多的就是对方输。猜中越多的就是对方输，所以我猜你猜的比我少就是你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还有你就直接讲猜的越少的输就好了，讲那么复杂。还有一个 bonus， 不管猜的多不多，然后抽到隐藏版的那一个，直接无条件宣布获胜。哼哼。拜托，我是盲盒的小天后哎，前几次跟我 PK， 你每次都输哎。好的，那我们在正式 PK 之前，总是要先吃饱饭才能开工的。没错啊，对，我真的觉得你越来越会找了哎，因为这间的那个蔬菜汤超级好喝哎，见你的盒玩一集比一集更用心哎。怎么说？既然盒玩，你就叫我自己在家里拍。这个松露酱好好吃哦，超香的。哎，后面有一只猫。真的呀，好可爱哦。他又进来了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所以他只是要回来出饭吃饭的，出饭，对，大的好粗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点的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主菜，它看起来很大，所以一定很好粗，而且它超用心的，你看它的虾子全部都有剥壳。我先来吃一口它的饭 ，OK。好屌哦！厉害的吗？厉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头吗？不知道。他把去头，因为是为了要把虾浆弄出来，哦，炒在里面的。对，然后整个炖饭里面全部都是虾浆的味道。哎，好好喝哦，有点厉害耶。看得我有点饿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看好吃啊。看这个干贝，哦，它不是假干贝哦，整块的哦。嗯，它有一丝一丝的那种。
听说你最近要减肥，就是你说那个跟我拍摄有职业伤害。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，你看一下你的餐点。蔬菜跟面包。你就看着我吃吧。你今天就要求你好啦，你吃吃看啊，你吃吃看他的炖饭，然后炖饭真的超好吃的啊！来来来来来。汤匙还分一比中指，那你就看我吃啦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些东西是算好吃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吃饱喝足，等一下准备开战。好啊，够够。决战开始了。对，现在脚手部，剪刀石头布。注意啦。好，赢得先。但重点是要先让各位看一下，总共的话是这12只，然后还有一只隐藏版。隐藏版包是哪一只？隐藏版应该可能要看盒子上面啊，这边上面是12只，然后总共呢就会有一只隐藏版，我猜是这一只，把你的脸挡住。我先帮你看。输的话是怎样？输的等一下会有神秘惩罚，还没讲呢。那你输啦。把脸挡住。啊，是这一只紫色的。我可以直接打开来，然后摸吗？然后不要看那个卡片，可以吗？好啊，随便你啊。然后先让大家看一下这只。为什么胯下要塞一个那个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好，我决定，我要猜，我要猜是这一只白色的，猜这一只白色的。好。傻眼。差太多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超可爱，它每一个这边都会有一个膜。所以里面有牙齿哦。low 哎。我不知道哎。哦，真的哎。它这就是这样撕开来，然后它就长这样，然后好可爱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这只很好猜，就是这一只，各位观众，一定是这一只，一定是。有没有？中了你刚刚的那一只。傻眼，它牙齿是彩色的，超帅的。现在1-0啦、啊。兄弟嘛，老铁嘛，加加油啊！我可以，是很好猜啊，这一只黑的，哎，真的哎！哎呀，我就跟你讲吧，用袋子会很简单吗？哪有，刚刚那也还是加减会有点猜不出来。那是你蠢啊！哎，这一只好帅哦，其实它是有闪粉的哎，给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没有，它有点闪粉。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我喜欢。好了，该我了，差不多了，隐藏版要出来了。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好遇。哦，这个太明显了，它的东西太关键了，我摸到有它的配件，这一只。什么颜色？啊？什么颜色？观众知道就好了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来喽，各位观众，这果然。不可以哦，不能输啊！哎，这只好美哦，这一只它的那个头上的那一颗球球好可爱哦，可爱吧？有，这只是你啊，2-1，是有点复杂哦。这个白色的熊，好，好，还有没有猜错？摸半天。哦，哎，这还这样固定哎，你看我说我刚刚摸不出来，就是因为它这个没。边哭，里面有一些东西就会影响到干扰到我的感觉，没有这么多感觉啦。有，这就是感觉问题。我的好烦哦。来，先等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而且重点是它这一个是有点炫光的。这一只，直接有没有？哦，秒杀。那一只很好猜啊。对，因为很好猜，因为它就刺刺的啦、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色泽，然后观察小蝴蝶啊。对啊，很可爱耶！终于找到另外一只不一样，这只很快。哦哟，这一只。哎，重点是它后面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 M， 蛮可爱的，好美哦。Okay. 这个又摸到一个关键物了，这只。哎呀，神机妙算！好可爱啊，真的很好猜啊！这个就是这个。对嘛，真的很好猜啊！我觉得这系列的比较好猜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很可爱。跟各位大会报告一下，现在这只很像恐龙的，跟这只 panda， 然后还有隐藏版还没出来。不要再捏了，不要再作弊了。真的捏吗？没有，现在就直接拆了。那
你猜是哪一个？猜我的这一盒，大只的。我想猜它哎。啊？我也想猜它哎。不要，我猜另外一只好了。你先开。啊？你先开啊，给观众看。我们两个第一只完全就是显示就是熊猫啊，有点可爱啦，它颜色蛮 colorful 的，好可爱。我觉得它的颜色都非常 colorful， 都蛮好玩的。现在这样锁骨挑战哦。对啊，蛮厉害的，轻轻松松，可以耶。蛮好的，好像在跟我讲小秘密一样。没错，他确实要跟你讲一个小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准备进入我们的惩罚时间。我把你的今天的惩罚大魔王拿来了，来，请拿好。天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啦？到底我是有点冷，没错啦，但是请问这是什么鬼东西啦？厉害吧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惩罚——乌龟装。要干嘛吗？就是穿上去，然后让我们在这边漫步遨游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惩罚，尺度挑战。重点是这边很多人。我看现在晚餐时间啊，越来越多了，车子进来了，人会越来越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请换上我们的乌龟装 ，Go Go！ 丢脸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现在穿上乌龟装。冷了，太冷了，我在看。没有没有，那边有猫咪，你要不要去摸猫咪？我为什么要当王位？不是王龟吧？王龟，到底魔鬼都是你了。王龟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？我觉得那个现在之前的站长都有点特别。靠腰，靠谱，先不要。我们去后面摸吗？我去后面摸。有一根诶。不要转移话题，我们去后面摸吗？快点，人要来了，人要来了。啊！丢脸，我要钻进去啊！这么说有乌龟。有乌龟，你眼神呢？那个傻小，你他们是在看我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觉得你长得很特别，他是不是很可爱？我傻眼，超丢脸的。好，再一个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网龟，现在在拍照。不然怎么办？没错哦，各位，这组照片呢，随后就会传上他的 IG 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还要放上 IG？ 很可爱啊，大家都觉得你网龟很可爱哎。好丢脸啊！好多人在看我。OK， 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了，还想再拍几张哦。OK 哦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夜景哦，真的很漂亮。不错不错，不过还没做结尾哦。找那个家伙来做一下结尾。你怎么好像跟长得不太一样？你不懂，我透过刷贝累积回馈金，累积到了最后从小龟壳变大龟壳。厉害吧？我准备这个冬天，我就可以缩在乌龟装里面，我就可以飞在里面，不要把我拖出来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